我跟我老公呢都是做设计师的，平时工作也很忙，也没有时间去好好规划一下我们的生活。当时老婆的才华抓住了我的心，现在希望你的厨艺可以抓住我的胃。我是自己养了一只柯基狗，所以说呢，我们家现在算是名副其实的单身狗家庭。清理家里嘛，确实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就比如说洗衣服啊，不仅要洗得干净，还要清洁啊，除毛啊。最近经常研究一些清洁的黑科技产品。父母搬来和我们住以后啊，我们就打算把我们的新家打造成一种让老人和小孩都非常喜欢的智慧家。爸妈在生活中不用那么的操劳，可以轻松的享受天伦之乐。你用这个打开空调试一下。打开客厅空调。小优，开启睡眠模式。